大姐慢点啊，别走了，往那边走，看着上边，慢点啊，往后一点，这块走后面你别踩了。九点四十五分，有路人向我们岗哨求助，说这个有道路塌陷，车辆掉入深坑，而且有人员被困，发现一辆黑色三厢改造车倒翻在深坑里面，有三名被困人员。我们中队第一时间求警出动，主动出警，通过救援器材进入深坑，将三名被困人员解救，同时及时输送到地面。经我们前方指挥员确认，被困人员一些擦伤。来提醒啊。